同学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FCU Easy Test 的解题。目前解说的部分是阅读测验第一回 Part 5 Incomplete Sentence 的第二题的部分。那本句的答案是选 with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本句是在考我介系词 with 下面引导出的介系词片语。 OK，情形或状态，情形或状态的介系词片语。所以 with oil prices continuing to rise， 随着油价不断的攀升，随着油价不断的攀升，才会合乎语义，合乎语义。然后是一个 with 引导的情况、情形的介系词片语，所以符合提议，因此正确答案为 B。 所以以上为本题的讲解，谢谢。